如果想要修行证悟，那么对万物的慈悲心是很重要的，哪怕只是一只小小的虫子，我们也应怀有怜悯之心去爱护它们。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讲到见宝塔瓶，经文在第246页，246页，见宝塔瓶前面已经讲了一大段，只剩后边半段。这一瓶经是净门流通分当中的第二段见宝塔瓶，经文有长文有句诵，那么长文分为三段，第一名多宝涌现，有六段文说过了，第二名分身远集，有七段文，现在是讲到第七段，第六是三遍净都，那么第七段就是于欲开他，那么就是十方的释迦牟尼佛的分身诸佛已经云集在灵山会上的佛所变现的清净国土之中，在宝树下即驾辅佐，那么然后每一位分身佛都派一位菩萨侍者拿着香花供品来到灵山会上供养本师释迦牟尼佛，同时以言辞向佛请安，说少病少恼，气力安乐，即菩萨声闻中悉安应佛，那么然后以带来的众宝香花散在佛的头上顶上来表示供养，而作誓言比某家佛以余意开此宝塔，说每一尊佛都有他的名字某某佛因为佛名很多啊，不能一一记载，这是某某佛比某某佛那么现在表示同意要开多宝佛的宝塔余意表示同意的意思，这个名词在佛学上如果是在戒律出家的戒律里面呢是属于请假的代名词，比丘有事不能参加结摩，例如送戒之类，那么用余意这两个字来表示表示同意而请假不过现在在这里呀是完全表示同意的意思因为十方分身佛很多，不可能都聚集在宝塔之前来开塔，那么因此大家都表示同意，希望释迦牟尼佛来代表十方分身佛开多宝佛
这个宝塔，那么要把这个多宝佛的法身设立供在宝塔里面的，现在要公开把他们打开来给大家恭敬供养礼拜。所以诸佛全时都是一样的，都向佛先表示供养问安，然后就表示同意开塔。上次就讲到这里，诸佛全时亦复如是，每一尊化身分身佛都是同样的方式向释迦牟尼佛表达他的供养与同意开塔的意思。那么这是第七段欲意开塔的五段当中的第一，诸佛问讯说欲，十方分身诸佛都向释迦牟尼佛问讯，表示同意要开塔说欲。那么下面第二，释迦开塔，释迦牟尼佛代表诸佛就上升到空中开多宝佛塔。哦，大家眼睛睁开来好好看了，佛要开塔了啊，塔里面有多宝佛。看这经文，尔时释迦牟尼佛见所分身佛悉已来集，个个坐于狮子之座，皆闻诸佛欲与同开宝塔。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看到十方世界所有分身佛通通都已经聚集在灵山会上三遍进度的进度这个宝兽之下，狮子座上，个个都坐在这个狮子法座上，那么同时也听到侍者代表佛，那么供养之后表示同意要开宝塔，即从坐起，住虚空中。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就从他的法座上随时就起来，那么就上升于虚空。因为多宝佛的宝塔是在灵山会上佛的法座前的虚空的半空之中了，那么因此佛要开塔也得运用他的神通到了这个半空中，在他的面前要开塔。那么一切四众起立合掌一心观佛。那么当时灵山会上听法华经的四众弟子们看到佛升空要开塔了，那么大家表示对多宝佛的恭敬啊，都起来。原来听法华经的时候大家都是坐着的，现在都起来了，而且很恭敬的合掌，合十指掌，把掌合起来表示恭敬。那么专一提心观看释迦牟尼佛开这个塔门，所以一心观佛，专一起心，这个时候万缘放下，专心啊，只看释迦牟尼佛要开塔门，一方面表示恭敬，一方面觉得真是难得一见呢，久远之前已经入灭的佛的全身，在宝塔里面。现在能够把宝塔的塔门打开来让大家来瞻仰，这是太难得了。所以大家专一起心，聚精会神呢，整个眼神都投射在宝塔的门上。于是释迦牟尼佛与右指开七宝塔夫出大音声，如缺关要开大城门。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就开塔了，来到宝塔面前，用右手指，右手的食指啊，开这个塔门，七宝塔的塔腹，腹就是门腹啊，腹就是门啊，把这个塔门打开。这个塔门必定是很高很大，开的时候有很大的声音，开门有很大的声音，出大音声。门一开，这个声音很大，这个声音大的情况如何呢？下面有个比方说，好像
这个城门的关呢、啊？啊，例如说，每个国家古代啊都有城门啊，或者是城的距离要进城的前端入门口有一个关隘，那个关的门啊非常的监牢，开的时候这个钥匙一打开那个关的门，声音会很响的，钥就是锁，关钥。关是指那个关房的门啊，很大，很严格，很重，那么锁匙一打开那个门，会出很大的声音啊，如缺关曰啊，缺就是退缺，就是把这个门打开啊，必定要往后退才能够打得开。可能这个门是往外边开的，所以要往后退，把门打开。那么好像开很大的城门一样，有这个出了很大的声音，这就释迦牟尼佛当时开它了，塔门已经打开了，看到没有啊？多宝佛在里面，微微不动的坐在哪里，塔门打开了，大家都看到了，看到什么呢？下面第三段，四众同皆见闻，灵山会上四众弟子同时都看到多宝佛坐在宝塔里面。也听到多宝佛在宝塔里面出的声音，所以同时都见都闻。其实一切众会接见多宝如来以宝塔中坐狮子座，全身不散，如入禅定，这是看到。门一打开，大家眼睛一看到这个宝塔里面啊，那么一些大众的大法会中，所有的大众就同时眼睛看到，皆通通啦，龙众有看到，你也看到，我也看到，皆通通都看到，大家都看到，见是看到了，看到什么呢？多宝如来，多宝佛，已经久远之前入灭的多宝佛坐在宝塔里面了，以宝塔中坐狮子座，狮子座只是说那个法座啊。佛座的那个宝座很高很庄严，那么说法是无畏说，好像狮子之王啊，万兽闻声就前掌。那么佛座的法座就叫狮子座啊，说法无畏说就叫做狮子猴。那么佛座的法座上全身不散，本来他已经入灭了，入灭那么久的时间啊，应当这个身体是不是会散坏啊？可是并没有分散，全身并没有分散，俨然就在眼前呢，看还是原来的庄严的佛像，很庄严的身像坐在塔里面。那么看到多宝佛的样子啊，如入禅定啊，就像现在的这个肉身菩萨呀，像这个西直慈航堂的慈航菩萨那一种情况啊，但是他不会说法啊，没有声音。现在多宝佛呀，虽然是久远之前已经入灭，坐在宝塔里面了，可是他会说话了，跟现在人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坐在塔里面好像入定的情况一样。坐在哪里入定？这个入定不是睡觉啊，不是像你们入定啊，你们听经入定是睡着了啊，甚至还会念大悲咒，呼噜呼噜。有人听经听了这个入定，他还会念大悲咒，呼噜呼噜，你听到了没有啊？有的时候你听到人家念大悲咒啊，不过他只念这两句，呼噜呼噜，没有稀里啊。那么这个大家看到这个多宝佛坐在宝塔里面，微微不动啊，那么因此同时又听到这个宝塔的佛啊说话了，这更是奇妙了。已经入灭那么久的佛像，这个佛身甚至这个时候还会说话，跟现在的活人完全一样。又闻其言，善哉善哉，释迦牟尼佛，快说是法华经，我为听是经故而来至此。这是多宝佛说的话，这多稀奇呀！他不晓得入灭多久了，在坐在宝塔里面，全身微微不动，没有分散，还是原来那个身体，而且如入禅定之身啊，还会说话，
赞叹释迦牟尼佛啊。假定这个时候弃子慈航堂的慈航菩萨真的会说话的话，那还得了啊，那有轰动全球哎啊，连外星人恐怕都要来了。嗯，那么这个时候听到多宝佛在宝塔里面啊，又闻其言，大家同时又听到宝塔里面出了下面的声音，其指下面的那个声音，善哉以下到而来致辞，就是多宝佛说的话，善哉善哉，善就是好，哉是于尾声，很好啊，好得很啊、哦！释迦牟尼佛，你说的《法华经》太好了啊，功德较好，较好听呀、啊、哦。那么说的很好，那先赞叹啊，释迦牟尼佛，快说是《法华经》啊！释迦牟尼佛，你真了不起呀、啊！在这五住我是成佛了，还能说《法华经》。我从前在净土里成佛呀，只开三世耳，没有说一圣，没有会归一圣，没有说《法华经》，所以我现在到处证明人家说《法华经》。那您在五住我是出现世间，仍能说《法华经》，会三归一，啊，开权显示，这多好啊，多难得呀！这快说是《法华经》，快。这个快字有两种意思，因为前面法华经已经讲了三简多四简来了，已经说过很多了，那么这个快说啊，是说佛说的很流畅很自然啊、如所如说，如法而说，说的很爽快，很通常，很爽快，说的很好，所以叫做快说啊，前面将近四卷的文字都是法华经啊，释迦牟尼佛你真会说啊，你的法华经说的真好啊，所以快说，这是一种意思。第二种意思啊，多宝佛说我来也是要听经的啊，那么释迦牟尼佛你赶快把还有没说的现在说给我听吧。啊，那么这个快说是希望佛再说后段法华经啊，那么接着再说后段法华经啊，希望你也是一样那么爽快那么流畅的说啊，那么当然不是催他赶快说了啊，那么意思是说你还是跟前面一样那么流畅那么自然的说法华经，那么我要来听经啊，我来的用意就是证明佛说的经，同时也要来听经啊，所以说我为听是经故而来至此，这个我是多宝佛自称啊，我就是为了要听您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的缘故啊，所以我来这里听经啊，那么来的意思就是要听经，一方面证明已说，一方面要听未说，还没说的，我现在来这就是要听你讲，是而来至此，我才来到这边来，同时把宝塔也带来啊、同时都在这听经，这更是奇妙了，久远灭度之佛啊、那么又能说话，声音响亮，大家都能够听到啊、那么大家都是非常欢喜了，所以儿时四众等见过去无量千万亿劫灭度佛说如是言，叹未曾有。那个时候灵山会上所有的四众弟子的听众们看到见，眼睛亲眼看到，耳朵也同时闻到，过去无量千万亿劫前已经入灭久远灭度的佛多宝佛，他能够说出上面的话来，这哪里有入灭啊，他就在他里面入定嘛，哪里入灭啊、那么实际上跟入定是完全相同的，这是现在的等于现在佛吧，所以过去即现在啊、那么久远灭度之佛能够说出这个话来，如是言，就指上文善哉善哉到而来致辞说出这个话来，叹未曾有啊，大家都在赞叹呐、真稀奇，真少有，从来不曾有过的，这是第一次
所以叫做碳未曾有，碳是赞叹，不曾有过，未曾有。那么既然那么殊胜的法会看到久远灭度的佛现前说法，那么就表示供养啊，以天宝花去善多宝佛及释迦牟尼佛上，这是表示供养。那么所有的听众用最好的香花，天是表示最好的最殊胜的，不一定是指天上的天花，天上的天人可以用天上的天花来供养，天上的宝花供养。如果人间的大众只能用人间的花供养，他没有办法拿到天花，可是他也是拿世间上最好最殊胜最香的花来表示供养。所以这个天花在人间是最好最香的花，在天上就是真正的天花，去集好多天花香花来供养于多宝佛，同时也供养释迦牟尼佛，就把这个花散在佛的头顶上。佛是说法呀，供养的人都把花散在佛的头顶上。我们现在中国人没有这个习惯呢，差不多都是把花插在水瓶里，或者是这个用这个盘子装起来供养，很少说是把花散在佛的头顶上。因为散下来它会落下来了，那么看起来是散的时候好看了，但是落下来之后谢了，就到处都是，也得重新整理呀。那么因此现在一般的习惯只是用宝瓶或者水瓶来插花供养。那么当时大众是把花散在这个佛的头顶上表示供养。这就是第三段四众同皆见闻，灵山会上的四众弟子大家都看到，当时佛开他的情形，听到多宝佛在宝塔里面说出的声音。下面第四段，二佛分坐而坐，这更妙了啊！久远灭度之佛呀，他会把他的法座分一半给释迦牟尼佛坐。儿时多宝佛以宝塔中分半座与释迦牟尼佛而坐誓言，释迦牟尼佛可就此坐。宝塔里面只有多宝佛的一个法座而已呀，事先没有准备好一个给释迦牟尼佛坐的法座啊。那么因此啊，这个主人要待客啊，那么只好把自己的法座分一半给他坐啊。可能他的座一定很大的，如果像我们坐的凳子就分不出来了，分一半就不能坐嘛。可是他这个座能够分一半给他坐，可见这个法座必定是很大的。实际上啊，在佛的境界里并没有什么大小啊，无论多大多小的座照样可以分啊。那么在我们凡情里都认为有执着有这么一个法座啊，所以就分大分小了。那个时候他门开了，大家也供养了，那么多宝佛在宝塔里面呢说话了啊。多宝佛在宝塔里面就把他的座位啊，他本来坐在中间的，现在就只坐一半，分出一半来呀，给释迦牟尼佛坐啊。所以分半坐与释迦牟尼佛啊，同时就说出下面的话来，而作誓言，释迦牟尼佛可就此坐啊，请释迦牟尼佛入座。释迦牟尼佛呀，那么现在你就坐我的法座吧啊，我们两个人平坐啊，一个人坐一半。不过我会想到底释迦牟尼佛是坐在左边还是右边，两个人平坐啊。多宝佛他是让右边给释迦牟尼佛坐还是让左边给释迦牟尼佛坐，多宝佛是坐在左边还是坐在右边啊，不得而知，经文里面没有说啊，我们晚上去看啊。
看究竟他两位怎么做法子。那么他两位佛同时平坐在宝塔里面，所以即使释迦牟尼佛入其塔中，就进入塔里面去，坐其半座，就坐在多宝佛分出来的半座啊，坐下来了，结跏趺坐，就是这个双盘呢、两个腿盘起来坐在这个法座上，那么两尊佛平坐在宝塔里面，眼睛闭起来想想，哦，这个宝塔里面了，有两尊佛坐在里面平坐的啊，多庄严啊，很想看看。这是第四，两尊佛同时并坐在这个宝塔里面的法座上。第五，四众请家出空，因为他在半空之中啊，释迦牟尼佛腾空开塔，他开了又坐在塔里面了，以多宝佛平坐了，那么大家看不到啊，见佛就太远了，因此大家就希望啊也在空中来听佛说法，这更妙了。尔时大众见二如来在七宝塔中狮子座上结跏趺坐，过坐是念：佛坐高原，闻愿如来以神通力令我等辈俱出虚空。临参会上的大众是在地面上了，看到两位佛，多宝佛与释迦牟尼佛平坐在七宝塔里面，在狮子座上结跏趺坐，大家心里就这样想，话没有说出来，心里这样想，做思念，心里这样想，佛坐高原，佛坐在半空中的宝塔里面，又高又远呐、我们要看呐、总是距离太远了，不大方便，希望佛呀运用您的神通伟力，让我们所有的听众啊都腾空，都在虚空中啊，都是跟这个在临参会上的情况一样，就坐在佛的法座前呢，在空中而坐。假如能够这样，不晓得多好啊！令我等辈俱出虚空，我们大家辈是类同类的大众啊，所有的听众。天人本来他有神通啊，他就可以腾空而住，这是指普通一般人。临山会上的普通一般人，他在地面上看见很远吗？那么要求佛用运用神通把他们也接到半空中。即使释迦牟尼佛以神通力借助大众接在虚空，佛的威神广大呀，真是佛法无边啊。释迦牟尼佛就用他的神通啊，把人间的人所有的就是凡夫，临山会上的所有听众就是凡夫，佛也运用神通啊，通通把他接在半空中，好像在地面上情况一样。会不会掉下来不会的，因为有佛的神通伟力啊加持住，他们在半空之中也好像在地面上一样啊，那个云彩在他的脚底下也是一样啊，青云足下生啊，他有个空中的云彩就在你的脚底下升起来啊，我们没有参加这个法会很可惜呀、那个时候腾在半空之中比坐飞机还要舒服所以大家都在虚空，这是完全仗佛的伟力升空啊。到这里为止。即至下第二段的经文那么分身度远极之后佛说话，大众腾空都在宝塔的前面现在是第三，即至下第三段的经文，释迦牟尼佛他要大家呀都能够来弘扬这个法华经，所以叫做名释迦唱募，募好像我们平常募捐的那个募字呢这个意思是佛呀劝其他的所有的菩萨众来弘扬法华经那么所以叫做提倡劝募大家来弘扬法华经的文字，所以叫做名释迦唱募。
那么释迦牟尼佛已经把大众接在空中了，同时大众都在空中都能听到佛说法，一大音声普告四众，这是释迦牟尼佛讲的话。释迦牟尼佛在宝塔里面呢，用很大的声音普遍告知所有的听众，说出下面的话来：谁能于此说破国土，广说妙法华经，今证事实。这释迦牟尼佛说的话，哎，你们所有的听众啊，有谁能够发心在这个娑婆世界五浊罗世的国土？娑婆，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堪忍，堪能忍耐啊，有两种意思。这个五浊罗世众生很苦，众生啊不求出离，甘愿在这五浊罗世受苦，堪能忍受这个苦恼，不愿意不求解脱。啊，佛法虽然是那么高妙，那么殊胜，可是世间上真正肯发心学佛、求出离、求解脱的少之又少啊！你看世间上真正学佛的人有几个？有人很奇怪，得到佛法他还丢掉呢，他还不要，这是都可惜。他得到宝珠还不要，那么那就是说，娑婆世界的众生甘愿受苦，甘愿受苦。要度他出苦啊很不容易。那么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意思，十方诸佛菩萨在五浊罗世度化众生很辛苦的，因为这个世间众生刚强难化，很难度他。那么这个众生刚强难化呀，但是诸佛菩萨呀，他堪能忍耐这些难度众生啊，他照样来度，如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如好像地藏菩萨大悲观世音菩萨，他们这些佛菩萨们都是不怕辛苦，在这五浊罗世难化的国土当中啊，度化这些刚强难化的众生，所以叫做堪忍。诸佛菩萨度众生很辛苦，也堪能忍受不怕辛苦啊，而在五浊罗世度众，所以叫做堪忍国土。娑婆国土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是五浊罗世很苦恼，众生不肯求出离，刚强难化，但是诸佛也不怕辛苦啊，而来度化这些五浊罗世众生，所以叫做娑婆国土。这个世间如果有人发心来弘扬法华经多好啊，希望有人发心啊，谁能发心在这个世间详细广说，广详细，详细的讲说法华经今证事实。现在法华经讲到这里呀，佛等到法华经讲完不久，就要说涅槃经。涅槃经说完了，就在这个沙罗双兽下入灭了，所以说现在这个时候来发心弘扬法华经，正是时候，叫今证事实，你们赶快发心吧。为什么呢？如来不久当入涅槃了，如来，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的时候，大概是在72、73岁，说到80岁了。那么已经说过一半之后了，总在将要涅槃之前的时候了。所以说，释迦牟尼佛呀，不久就要入涅槃了，要入灭了，你们赶快发心啊！那么现在希望有人呢发心来弘扬法华经，佛欲于此妙法华经附属有赞。佛打算要把这个法华经传授给你们，继续将来在佛灭度以后，正法、相法、末法之中啊，来弘扬这个大法啊。有在，就是有人可以在这个世间呢、继续弘扬啊。这个有在有三种意义：第一，指前面法师品里面佛告药王，并及8万菩萨。这些都是发心弘扬法华经的，这是第一位可以复将来弘扬法华经的一类菩萨，有8万大士，这8万菩萨都是有发心在这个娑婆世界继续弘扬法华经的有在，这是第一。第二，后边第13品持品，也叫做劝持品，这一品经开头有2万菩萨发愿。要弘扬法华经，那是第二阶段的发心弘扬的菩萨，那能够在这个五浊罗世做弘法事业，
啊，这是有在，这是第二。第三，禁眠说完了之后，到了受量瓶，从地涌出瓶开始，就是白门开进玄元啊。那么同时在这个时候，也就寄托在将来后边从地涌出瓶的地涌菩萨，从地下面涌出来的那些无量无边的菩萨，将来都是要弘扬法华经的菩萨众，那是第三个阶段啊。那么第三个阶段是在本门开进玄元的时候的开头啊，现在还没到。我现在这里显明的可以看到的，前面法师品的八万大士，后边持品的二万菩萨，都是佛所附属的菩萨，所以说有在。长文到这里说完，下面第二段句诵啊，佛用重诵再说一遍啊。句诵里面呢，按照前面长文对照起来比较简单，内容比前面的长文简单，但是有些地方前面长文是没有的。劝大家发心弘扬法华经这个文字啊，在前面的长文里面是比较少，所以属于补诵，也是广诵。重诵长文字的这一部分呢，是属于略诵。句诵有三段：第一，诵多宝；第二，诵分身；第三，诵附属。第一段就诵多宝佛塔涌现，儿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句言。释迦牟尼世尊要重复宣说前面多宝佛涌现的意义，再用句诵重说一遍。圣主世尊虽久灭度，在宝塔中尚未法来，诸人云何不请未发？圣主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圣中之圣啊，圣中之圣称为圣主，就指佛，就赞叹佛的意思啊，赞叹佛为圣中之圣，圣人中的圣人。世尊就指佛啊，这是指的多宝佛。虽久灭度，他已虽然是久远之前就已经入灭了，坐在宝塔之中啊，他尚且未复持法华经的法而来啊，久远灭度之佛尚且从宝塔涌现在前来证明、来闻法、来弘扬，那么何况你们这些世间人中啊，佛弟子中这些人们，那你怎么可以不发心、不认真、不殷勤来好好弘法呢？诸人云何不请为法啊？云何反问此，也是孔明急降法啊，好像孔明急降这一击，你们就是自然就有发心了啊。人家多宝佛久远灭度了，他尚且要现前来证明、来弘扬，那么你们现在听到佛法的，你怎么可以不弘扬啊？那么当然就有发心了啊。不请未法，用反面的文词来啊，来激动那些菩萨众啊来发心啊，那么应当要殷勤未法来做弘扬啊。此佛灭度无量数劫，处处听法，疑难遇故。此佛多宝佛，多宝佛入灭已经很久了，无量数劫就是久远劫了啊。那么久远劫前就入灭了，但是他为了要听法法经呢，处处去听法，保他都涌现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啊？疑难遇故，这个大法难逢难遇呀，真是千山罕遇啊，万界难逢，所以佛连着宝塔处处涌现。彼佛本愿我灭度后，再在所往常未听法。彼多宝佛在他出现时间说法临将入灭的时候，有发出这个愿，这是他的本愿，他本来有这个愿力啊，说我灭度之后啊，无论在什么地方有说法华经的地方，我就要涌现，就是为了要证明法华经，同时为了听法，再说往就去了，无论在什么地方有说法华经的地方，我都要去
那么常常未了要听法华经，证明法华经时时涌现，这就是诵多宝出现的这个情况。下面第二，诵分身，分身诸佛十方世界来的，又我分身无量诸佛如恒沙等来欲听法。还有啊，我的分身诸佛在十方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分身诸佛，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啊，十方世界的分身无量诸佛，千百亿化身呢、啊，实际上是不止千百亿，是如恒沙等，好像恒河沙数那么多，一粒沙算一尊佛，比恒河的沙还要多啊！那么多的分身佛都来到灵山会上，为什么要听法呀？大家都是要拥护这个大法而来，即见灭度多宝如来，大家为了要见到久远灭度的多宝佛，那么就来到灵山会上。要来的时候都把自己的国土舍掉，过舍庙土及弟子中天人龙神诸供养师，令发九诸故来至此。分身诸佛来这里，那么他把自己原来的宝贵的国家舍掉，很微妙的国土舍掉，并且他的所有所度的弟子中天人龙神，就是天龙八部等那么并及国土里面所有供养之师啊，通通都舍掉来到这个娑婆世界听释迦牟尼佛说法，就是使令释迦牟尼佛的法能够久住在世间，来做度化众生事业。所以因此之故啊，十方分身诸佛都来到这灵山会上，就故来至此。为作诸佛一身通力，依无量众令过清净，这是三遍进都了为了要使十方分身佛能够有地方坐所以把十方八方的世界从娑婆世界第一遍再遍二百万亿，第二遍、第三遍再遍二百万亿，四百万亿的八方清净国土融为一个灵山大会。这都是佛的神通力，把其他的大众把它移到他方世界去，一无量众到他方世界，使令这个国土清净庄严，成为一个华藏世界的庄严国土。诸佛各个异宝受下，所有分身佛都来了，坐在这个宝兽之下的狮子座上，如清净池莲花庄严。这是说灵山会上当时庄严的情况啊，每一尊佛都坐在宝树下，很清净很庄严，这个就好像莲花池里莲花一朵一朵开了清净庄严在莲花的池上。这是比方这个灵山会上所有的分身佛坐在宝树下的那种庄严的影像。其宝树下诸狮子座佛座其上，光明严实，如夜暗中燃大祭火。每一个宝兽之下有狮子宝座，那么分身佛坐在这个法座上，都有光明，很庄严，装饰的非常的庄严好像夜暗当中啊燃很大的火光，巨大火炬这是比方了，古代没有电灯比现在的这个水银灯还要亮那么很亮的光是从哪里来呀？分身诸佛所放的光伸出妙香，分身诸佛全身分散出这个很微妙的香味遍十方国，十方世界都能闻到这是佛的法身之香就是历劫修行的持戒清净庄严的戒香，普宣十方世界。众生蒙心喜不自生，比如大风吹小树枝。十方世界众生蒙佛的这个法身之香普宣在这个身上啊，非常的高兴，很欢喜这个欢喜到没有办法表达出来不自生那么就显示这个欢喜到极点呢大家那种的爽快的情况啊，比如大风吹小树枝，好像这个风很清凉的风啊来吹这个树枝摇摆摇摆的这个很清凉的那种现象一样，大家都蒙受这个法身之香，来普宣在十方世界的众生。
于是方便令法久住。为什么这样做啊？要使令佛的正法久住时间，所以才有这个现象。下面第三，送附属，就是佛最后附属所有的菩萨众发心弘扬《法华经》。前面长文很简略，现在这里很详细啊，而且有很多是再增加的，在前面长文没有的，所以是广诵，又是译诵，也是补诵。那么这有两段，第一，举三佛于劝流通；第二，举南池之法于劝流通。三佛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多宝佛、分身诸佛，这三类佛啊，释迦牟尼佛、分身佛、多宝佛，这个殊胜的功德来劝大家流通。那么有三段文，第一，莫密其人，劝募弘法的人，告诸大众：我灭度后，谁能复持读说十经，经历佛前自说誓愿誓言？这是第一段，莫密其人。求人发心弘扬这个大法。当时佛对所有的听众公开的宣布说：你们大家释迦牟尼佛我入灭之后，你谁能够发心护持这个法华经啊？谁发心来继续弘扬这个大法，读诵法华经，讲说法华经啊，这读说诗经，诗就词啊，谁发心读诵法华经，讲说法华经啊，经以佛前自说誓言，那么现在你就可以在佛前呢发愿，发愿啊，誓就是愿，誓是愿力的勇烈志，决定要这样做。愿发出来之后，我决定要这样做，不是说说而已啊，不是说空话，说出来决定要做，那就叫做誓。所以智者大师解释说，誓是愿的勇烈志，决定要做的事情啊，这个愿力发出来，目标定出来，我一定要这样做，不这样做不行的，所以叫做誓啊。你们应当要发愿，要照做啊，要弘扬法华经，这是第一。第二，正举三佛于劝持经，举出三类佛呀来劝大家发心啊。其多宝佛虽久灭度，一大誓愿而施之后，这是先举出多宝佛啊，这个话说不完，我们还是休息十分钟再讲啊。稍后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达到无我的空性，达到慈悲利益众生，更要随时收看，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三宝。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如果有信位的人，入信位的人，你的信是无论如何灾难如何降临，你自己会免脱的，能够解决的。因为什么呢？因果所做错的事情，过去做的事情可以悔改的呀，可以把它洗掉的。就像我衣服你打脏了洗一洗就是了，它不就干净了吗？说我们过去做错的可以忏悔，知道吗？就是我们那个性上自心上有些染污，有些不该想的想，不该做的做，你忏悔，就佛教一个忏悔法门，就忏悔业障。因为我们现在智慧不开，过去的业障完原因了。如果你本来你什么都明白，过去现在未来乃至于祝福跟佛无二无变，但是你现在染污了不行了。一个白的东西，很清净的东西，你染成了很多的脏的，那个本来的原色不现了，你把它洗掉呢就恢复了。有学佛的目的就是悔改过去，发展未来。你可以对你未来能够自己行菩萨道，咱们大家都说发心，发心很不容易，不是这么简单简单的说我信佛了就是发了心了，他有条件的呀。什么条件呢？说具足信心的人，他远离世间，他看世间呢，无论财富或男女关系，任何事情他不去贪婪，不但自己不贪婪，让一切众生都不贪婪，他给人家说讲，让人众生都相信，我们不贪婪，自己认识到了这个世界是苦的，远离世间苦，这是发了心了。完了自己发心不够，愿一切众生都能离苦得乐，这叫大悲心了。这远离世间发大悲心，得有智慧，叫般若心。般若就是智慧，但是佛经上不把它翻，有般若的含义跟我们这个所说的智慧啊，有时候所说的智慧就是世间聪明，也叫有智慧。般若不是，般若的智慧就是能够看一切诸法空，般若是空义。说经常我们说遁入空门，说佛教是空的，不是我们讲那个空啊，是空而不空啊。说就再怎么折腾，很多人没有人相，没有我相，没有自相，没有他相，无一切相，说在相上不起执着，没有什么好啊丑啊长啊短啊黑啊白啊，没有这些相，这是假象，它可以变化的。说这样是空，不坏一切相而建立空义，这叫入空。不是什么都没有，那叫妄空，那空不是佛教讲的空的意思。说遁入空门，再下一句呢，和尚难过过跟在家差不多呀，懂得了吗？他也要吃饭呢。明白这个含义了，就知道佛所讲的空不是我们所理解那个空，
是让你把一些烦恼都空掉了，把你的心住在那个无住上。那我的心呢，是攀缘，攀这个攀那个，反正想的太多了。所以在《金刚经》上说，我们可能很多道友读过《金刚经》，须菩提问佛：“云何住心？云何降伏其心？”说我这个心呢，它定不下来，住不下来。怎么样使它住得住？怎么样使它降伏住？完了，再结合观自在菩萨修行的，你照见五蕴皆空，心就住在这个五蕴皆空上，才能够度一切苦。这就是感你到修行当中的过程当中，你观一切诸法没有真实的，所以像做梦一样，像幻化演变一方的一样，像影子一样，如梦幻泡影，像找些露水一样，像咱们打个电光电闪，一关电门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那种可你再一开它又来了，就这样的意思。懂得这个意思，知道我们心里所想象的所缘的全是因缘法。回到我们最初跟大家讲，诸法因缘生，没有缘是不生的，缘生诸法。但是缘生得有因呢、啊、什么因呢？我人人都有自性体，是人人都具足自性。是性是空的，缘起是有的，有性空缘起，一切缘起法都是假的，不存在的，它是幻灭的。说缘起性空，那体是不变的，这是佛教的最深道理。但是你佛教经卷说起来，八万四千法门，经卷那么多，你用四个字，懂得它，性空缘起，缘起诸法都是性空的。这就是你学佛在你的过程当中，但是你用性空观想，你能够消灭一些障碍。空是无障碍的啊，你能消灭一些障碍，但是这些障碍呢，你懂得它是因缘生的，因缘生的不是真实的，它可以转化。我要知道体是不变的，外头形象是变的，就像我的人，每一个人一个像，哪个是好的，哪个是美的，真有美的吗？哪个丑的？有人问我这样，我就问他，我说你爱的那个男人那是最美的，说你爱的那个女人那是最美的，你爱哪个，哪个是最美的？懂得这个含义吗？说世间一切相，当你所爱所求的，你感觉着是最美好的。因此佛所教导我们，佛所说的法，每一句话说让你去做，那个语言启发你开智慧，使你明白，使你认识世间，等你真正认识世间了，你才体会到佛是无上的最高智慧者。你再回来，你跟佛无二无别，说你的心，你那个法性的心跟佛的所成就的道义一样的，无二无别。现在因为你有些个贪嗔痴慢疑，身边戒禁邪，这十样啊是你烦恼，你把这十样都去了，恢复跟佛无二无别，那祝大家都成佛啊。